我叫卡迪尔丹凯山，今年27岁。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是开饭店，开一个米饭店。这个店是我一个好兄弟合伙开的。其实我是个做平面设计的，大学毕业以后我找了一家广告公司，公司教我大概半年左右，直到能单独完成一个作品，我就干了差不多一年多时间。后来然后我回Aksu开了饭店，现在饭店的生意越来越好了，我也不用每天去店里。休工时间我喜欢看书，一看就一两个小时，听歌，嘻哈风格的，因为我也喜欢嘻哈嘛。然后平时也喜欢锻炼身体。其实我很喜欢我现在的生活，我的梦想把这个米粉店越开越大，做成连锁店，以后也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广告公司，因为我内心特别喜欢做设计的这个工作，所以我一直在努力，一直在奋斗。